启动干扰电波。领主大人，电能水晶第三次实验完成。效果如何？发出的电波都被吸收，水晶重量也减少到了十分之一。很好，这下我在机关阵中就能来去自如了。诸王孔明，成光大人，有事问候，请恕属下。别废话，风神小队就在你的领地。属下了解，不过您是怎么发现的呢？不想消失就给我闭嘴，把头脑用在该用的地方。明白，他们绝对逃不出我的计谋。说来听听。因为我有这电能水晶。扫描，分析，分析，石头，石头，石头，全是石头。江云，这里真的有风神极目吗？根据杨天的资料，北大荒原有两个地方有奇怪能量，风神积木很可能就在其中一处。那不就是一半一半？我就说这没有。不，也许就是这儿。小校的运作有问题，看来附近有强烈的干扰能量存在，这符合你的假设。风神积木的能量会导致怪事出现。说这么多不还是没个准吗？别急，我还有绝招。好，目标就在东边。勇敢的少年，去找吧。真那么准？怎么不见你去找？我可是老人家，要好好休息。再见。又找借口偷懒。杨天，你就这么偏心，不说说他？继续调查。掉什么嘛，这眼望去哪有什么。那是。喂，等等。说了不准带水到这儿，你没长耳朵吗？还弄湿了要加工的电能水晶。大人，我算你只是给我送水，不是故意的。哼，我们把水库挪走就是要保证电能水晶绝对干燥，我看他就是故意的。挪起来。大人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是。住手！不！爷爷，你是？我就是你们的大克星，风神小队李小扎。快去报告孔明大人。喂，别跑！站住！你想做什么？他们欺负人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我们要找风神积木，你打草惊蛇，风神积木还找不着了。就他们，我五秒钟就能解决，这经得了什么？之后再找也不晚。这些小子就是头脑简单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小扎跑了，不在不在。跑哪儿去了？哼，你就是这的恶龙领主？大胆，竟敢这样对孔明大人说话。区区人类，孤陋寡闻也正常。活脸小子，我已布下天罗地网，你速速投降吧。少废话，你有多少人尽管来。对付你我一个够了。火莲觉醒。小子力度不错。这还没完。嘿嘿，怎么样？
大人，分析完毕。莽夫，你已经中计了。阵法启动。我连站在变得好痛。是不是重的连手都举不起来了？你干了什么？这就是我的绝能机关阵。你说朱罗孔明利用强烈的干扰电波强制让战甲故障？对，一旦进入机关阵，所有战甲都会变得沉重无比，只能任由朱罗孔明宰割。那他的战甲为什么不会受影响？因为他的战甲有他电能水晶，他能吸收干扰电波，让朱罗孔明正常活动。嘎嘎嘎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就这。不是好消息对吧？我已经比对过，能量反应是这里特有的电能水晶发出，不是风神积木。白跑一趟。不过你会主动联络，肯定不止这事吧？李小扎中了陷阱，估计也有大麻烦。什么？说吧，需要我干什么？我这有个坐标，你先赶过去，然后……果然打打杀杀不太适合文化人。胆小鬼，你就只会耍手段吗？哟，看来我还是太温柔了。再来。很疼吗？那就多来几下。这下完蛋了吧？给我站住！这点伤，比起被奴役的大家，算不了什么。给别人出头，你有这本事吗？没用的，没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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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连揍我一拳都办不到。谁说的？朝这儿打！火力全开！不会吧？虽然刚刚没打中，可这小子居然还能动！快把干扰电波开到最大，狠一点，快！不会吧？这不可能！可恶！这才对，我的大阵可是绝对完美。那可未必。是谁？你这家伙是？天眼战甲。周到，也不体谅体谅我，用打身边可是很累的。这水库也太远了。电能水晶碰了水就吸收不了电波，这就是杨天说的制胜关键。好，打身边，元素转化。上钩。得赶紧工作。水能积木发射，元素出能，天眼战车，水能汇聚，天狼炮，战甲，因果报应，这
就是你的坟墓。活该！快把盖上电波关掉。收到。好，趁现在利用，别想逃。喂，你往哪打？我是自己人。谁让你动手的？关我什么事？是我的推进器失控了，我也控制不了啊。和你这热血小子组队，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。啊，你这也太损人了吧。这是事实。才怪，刚才我明明就能解决他，要不是你突然……是。喂，杨天，你什么意思？有话直说。两位，朱罗孔明要跑了。碍事。你不去帮忙？哼，他那么厉害就自己去嘛，反正他也知道那家伙的弱点了，我去不去有什么所谓？哎，你们两个真是麻烦。